我今年12岁。我今年7岁了。我今年11岁。你要第一个来选你第一轮听算的难度。我选择6位数10笔。6位数10笔，哇！接下来，天佑。我选择5位数40笔。哇，一上来就是你追我赶。接下来，第三位选择的是任俊。我选择5位数40笔。5位数40笔，我们请天佑、任俊走上挑战位。挑战开始。98230，72938减10279，25973，12038，18904，79023，18239，98271减20498，27934，90726，29084，17826减89027，18924减10293，92047，20138，56789，98230，72938减40279，50973减12938，18902，78023减18239，90871减20398，14568，17052，23657，90861减12638，69827，34269，87204，81204，10439。完毕。我们来看这边的情况。主持人，有10位同学选择亮灯。有2位同学的答案是一致的，我们来看正确答案。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那2位答案相等的，目前看是正确的，掌声鼓励他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看天佑和任俊2位小朋友的答案。选手给出的答案各位3正确，10位1正确，100位5正确，1000位1正确，10000位8正确，100000位10000位是3100000位。一回答正确，获得了50分。好，我们一向沉稳的任俊，结果会是怎样的？我们来验证一下。选手给出的答案3正确，10位数是1正确，100位数是5正确，1000位是1正确，10000位数是8正确，10000位是3正确。最后一位，我看看，100000位是现在的分数情况是，天佑获得了50分，任俊获得了50分。挑战开始。开始。89302减102879，
82万9356减108947，879254减528934，587139，120385，195204，837262，完毕。请12位亮灯同学同时亮起题板。哇，这个差的也好远的。有几个一样的？嗯，对。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？请看。3位同学完全正确，谢谢他们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小恩明给出的答案，对不对呢？选手给出的答案，第一位。三正确。第二位。五正确。第三位。二正确。第四位。七正确。第五位。四，有点遗憾。来，二，恩明，如果准备好的话，请上挑战位。准备好了给我点头。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恩明呢已经把答案写在答题板上，我们来看这边。主持人，20位同学中有1人亮灯。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？请看。答案不正确。那么恩明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我们来验证一下。选手给出的答案，第一位。七。第二位。零正确。第三位。一正确。第四位。八正确。最后一位。两位选手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挑战开始。那个就疯狂了，我一个都没有看清楚，一直在跳。聪明人就是看2秒就别看了，因为你再怎么看你也找不出答案。选手已经把答案写在题板上了。主持人，20位同学中有1人完成。好，那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？请看。
同学答案不正确。不正确。那么我们先验证任俊的答案。选手给出的答案第一位数是七。七。一。一正确。四正确。二。二正确。最后一位数是四四四四四零。任俊的答案完全正确。好，任俊刚才挑战50分的难度成功的完成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暂时他的总分是100分。那么天佑马上要验证他的挑战是否成功。天佑肯定成功了。你确定吗？肯定成功了。好，开始。选手给出的答案七正确。一正确。四正确。二正确。最后一位。最后一位零正确。哎呀，太棒了。